现在找的我觉得好看的姑娘，好看的姑娘怎么怼我都行，不好看的姑娘怎么都不行。台上有三个老嘉宾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像十二号 CC， 不仅长得好看，还多才多艺。二号老高能干，性格也爽快，虽然种地辣冷，但是不影响他能干的优点。还有十五号杨娜，本分活泼，跟我一样的性格，对前男友的恶作剧还有点可爱。至于其他的老嘉宾吧，我觉得都不如他们。这三个姑娘我觉得都挺好的，台上的其他姑娘有喜欢我的，可为我留灯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二号老高，哎呦我天哪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就认为就是九号林志玲走了以后，我就认为咱们场上十二号 CC 他绝对是就是气质是最那啥的，最好的，最高，就是气质可好了。然后呢突然间你这么一说，说这个台上三个老嘉宾最美，就是有我，还有十二号，还有十五号，瞬间坐地，哎呦站起来了吗？这不是，感觉心里美滋滋。哎，那还是有男生夸。那还说啥？小伙，我想问一下你，你这咱们三个人，你这个美是咋比较的？这美我也想知道这个事儿。这跟我这酒比较的，跟我这酒一样比较的。啊，咋比较的？像二号了，就像那我的高粱酒了，代表苦的味道，代表也是能干的味道。我寻思我咋又苦了呢？十二号 CC 呢？大米酒吧，非常甜。大米酒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很甜。那十五号杨娜呢？十五号代表我这五粮液。啊，刚才我们喝的那个是吗？对对对对对的。什么口味？又甜又苦又香。挺复杂呀。我这咋五味杂陈的呢？感觉。有些时候给人留灯啊，叫什么灯神什么的。灯花。叫灯花的，又说叫。网上怎么说叫？都叫你什么？都叫我那个有那个，有的管我叫自信娜，有的管我叫灯花，还有的管我叫悲剧姐。对对对，管你叫悲剧姐。悲剧姐是啥意思呀？就是总给别人留灯，总被拒绝，就感觉挺悲剧的。又是悲剧，又是被拒，是吗？对。哦，悲剧姐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其他的姑娘就没有发现她们美的地方了是吗？其他姑娘也很美啊，也很美。哎，在你的眼中啥都美的、就是燕子姐她好像是上不封顶的意思呢。在哪？谁说呢？我说的。我怎么感觉她这句话就像上不封顶，看谁都好啊。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呀？就四个女的就行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？有没有标准？他俩三合一不行。三合一不行。有标准。有标准呢、有，就像杨娜那标准，啊，那你看一下子就出来了，该说不说，你挺给力呀、啊。杨娜这样的就觉得不错，是吧？老高都是幌子啊。不是小伙啊，你刚才那酒是不是没喝多？没喝多，没喝多。我咋觉得你被他们一炸，把底牌炸出来了呢？看不出他们炸呀，真是。没那么多心眼。小伙实诚啊，对，说啥就直接，特别实在，对，特别实在，对对对，那有没有什么想针对于哪一个姑娘想单独想说点什么的？有没有？对，十五号，杨娜。对，十五号杨娜有话说是吗？要请出来吗？那可以出来吧。好，加油！来，掌声有请十五号杨娜，有请。我看你上场的时候，你选意中人选的好像不是他。紧张，写差了。你写成谁了，小伙啊？写成十二号了。然后你写完了之后，你啥时候意识到？哎呀，我那个写差了。啥时候意识到的？写完就意识到了写差了。那你咋没跟我说改一下呢？你直接就关着拿过去了，没来得及说。那是燕子姐动作太快，是赖燕子姐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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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？没赖你，没赖你啊！那我说这是我没做到位啊。那你就是，其实，在上
其实在上场之前对就对杨娜印象很好。对对对对对，喜欢就是杨娜来这舞台总给别人留灯啊，有可能就是缘分没到吧啊，都没人都把你拒绝了是吗？啊，嗯，对，我不拒绝的话我也不能还在这里啊。你喜欢的是他的自信是吗？对对对，喜欢他自信。杨娜有可能就是我今天有可能表现不那么太好，到了有可能大家比方说牵手升高，我对你能好一辈子。